好，我们来讲一下这回那个 Zico 和 Jenny 他们做的这个舞蹈挑战啊。他们一开始，我先讲这个男部的动作，然后待会儿西西老师给大家讲 Jenny 这个女部的动作。很简单，一共就三个八拍的动作。咱们前面先自己 solo 啊，前面这个这无所谓了。然后一出来的时候，男的左边往后一滑，哎，转过来冲左站，啪，右手去打一个响指这种感觉。然后咱们往前走啊，往前走。这里怎么走呢？弯着腿，比如这么着，右腿弯，啪，啪，两个腿分别去弯，然后这个脚呢，出去之后回来啊，这么着往回踩，啪，你看先踢出去，往回踩，对，咱们这么着拐过来，啪，往前走，碰，碰，这个手啊，不用特别就是规定怎么张开或者干嘛的，就很随意，碰，啪。这种感觉就一定要是很放松才好看啊，但是要有这种震的感觉，痛，啪，啪，两下之后，咱们出右腿啊，咱们先正着看，出右腿，踩地，也是踩地，把左腿往外踩，这个手交叉打开，这是一个 breaking 经常做的动作啊，痛，啪，这样，咱们冲左跳，咱们脚是往后踩。痛，哈，这个做完之后，左脚横着跨一大步，身体往左后方倒，腾，这样就跟珍妮这个女步就错开了。然后咱们左腿往你的后边去转，往后边去转，哈，转完之后，双手可以放到这个腰带附近，咱们这个脚的两个脚后跟往右拧，腾，腾，我们头也可以。看，整体做下来就比较那种懒散，但是有那个拍子的感觉。碰碰，千万不要做成铁山靠这种感觉啊！不是这个咱们经常看的那种铁山靠这个样。碰碰，这两下就行了，然后跟女生形成这种互动。这个转完以后，直接往左边，往两个人往外啊，女生在这边能往外去转。四拍，转到正冲着之后，手击掌，两个人转一块儿，然后。抬起来，放下，蹬，蛋，往回绕圈拍掌。之后动作都是冲前的，一定要注意先迈左腿，啊，迈左腿完了，右腿是弓着的，这样迈左腿还是踢出去，往回一撤，左腿弓下来，啊，这种感觉，蹬，蹬，这个两个脚步，然后手也是，可以在上面，可以在边上，都可以，一定要放松一点，通，啪，冲前。然后咱们右腿现在不是直的吗？往起抬，颠两下，左手弯，右手在这个手腕的位置去画圆，啊，这种画圆，你认真怎么画圆？左腿先动，痛，看，痛，痛，三个八拍做完了，后边呢，像这个就自己痛痛啪啪四拍，然后他走了，后边珍妮再去打那头就可以了。啊，然后女生对应的动作，咱们让西老师来给大家讲一下。我们来讲珍妮的女步的动作啊，从前面还是 solo 自己随意的发挥一下啊，然后直接咱们往左侧出，往左侧出，啪，脚变成这样，左腿弯，右腿直，直接往把你的右腿啊，直接往后去跟啪，然后你的右手再先啪打响指这种感觉啊，所以就是前面 so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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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啪。这样感觉身体稍微可以往前倾斜一点点啊，然后往后走，踏踏，这样还是这种往后错步的这种感觉啊，先是把你的前面的脚往后拉，然后变成前面的这个脚砰起来，然后继续再往回拉起来，就有点这种鬼步的这种感觉啊，往后错步，踏，这样的感觉，所以就是 so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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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lo， 然后踏踏，然后继续痛痛。这样两步，这个手的动作自己随意啊，你可以放在腰间或者放在侧边，什么都可以，自己觉得好看就可以了。然后继续有一个踢腿，然后踩步的动作啊，踢左脚，踏踏，踢左脚回来，把你的右腿往前去迈，你的脸给到观众，脸冲前，这种感觉啊，后踏这样的感觉。然后继续还是动咱们的右腿往右迈，同时你的手
从身侧翻手花拿到左侧，是这样一个感觉，就是你的脚从这边拿到这边，然后你的手在腿拿过来的同时翻手花落下来，是这样。然后继续，还是从你的左侧转身，身体冲后动胯，胯往左去顶，痛痛踏，这样的感觉，大大，然后你去顶就可以了，顶两次就好了，动踏。然后继续，你从外侧转身转一圈，然后跟自己的男伴儿，面对面这样子站好，站好，然后有这种击掌，两个手先是握到一起啊，然后往上伸，往下放，继续转圈圈，拍手，是这样的感觉啊，就是踏踏踏踏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又冲正，身体冲正。同时你的腿，左腿往前踩，同时右脚跟过来，这样变成左直右弯的状态，手还是在身侧放着就可以了，这样的感觉啊，这就是碰踏踏踏踏踏，先踩，先迈咱们的左脚往前，然后右脚跟过来，变成右腿弯，然后继续还是右脚往出踩，左脚跟过来，变成左腿弯，是这样走两步。OK 啊，所以就是先记住，先迈左脚，再迈右脚，对，就对了。冲踏这样的两步，继续手握空心拳放在前面，右手这个空心拳拿在自己下巴底下这个位置上，转圈圈，踏踏，转两圈就可以了。转两圈的同时，你的腿的动作颠儿颠儿，小颠儿步，左脚是重心脚，右脚颠。跟着左脚颠步就可以了，身体可以稍微有一点 up 到，痛痛，这种感觉啊。好，做完这两个之后就自己 solo 了，那珍妮可以甩甩手，甩右手，甩左手，甩哪边的手，你的胯可以往哪边去顶一顶都可以啊，踏踏踏踏，然后自己再 solo 一下，然后捂住镜头 challenge 结束。好，就是这么多内容。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